这谁都写的什么东西、啊、我觉得写都是实话吧，可能我坐这儿吧。师哥，哎，需要啥呀？我还行吧，还行吧，我还可以。结束了，你赢了，来这儿了啊？我让你赢，没啥好说的。请文家，我没有你要的。请往潘多拉房间。咱俩有必要换卡吗？咱俩换完没意思，咱换那个。咱们啥都不说，直接上。哦，满了，咱屋又满了。OK， 你不，这一轮不应该来这儿。哎呀，不对呀，满了，满了，你这里没有我要的卡呀。这没有你要的卡。行。OK。我现在可以往那个黑板上贴那什么是吧？个人展示卡的时候是上课的时候是吧？他自己上课呢，看你不也上了吗？上课，我上啥课了？等你下课。